毛夏明42岁生日，和他在中餐厅合作过的杨子熬夜在凌晨1点送来生日祝福，像杨幂、秦海璐等好友也纷纷发来祝福，让大家一直期待老婆 Angelababy 也终于在11个小时后为老公庆生。毛夏明也给 Baby 回应称谢谢老婆，二人的一番互动也是离破离婚传闻，但因为 Baby 只发了简单4个字，网友就在评论区称这生日祝福有点敷衍啊，还称这种敷衍让人想起了几年前的杨幂和刘恺威，而且还发现 Baby 当天连续上线微博4次，从早上10:19开始到11点，最终才将生日祝福送出去。再翻看前几年 Baby 给老公庆生的祝福，从前年的晒合影秀恩爱，到去年和今年突变4个字，让人不得不对二人的感情引起猜测。而且平日新闻里老是 Baby 一人陪小海绵，从来没有见过一家3口同框秀幸福，那大家如何评价？